Many of us dream of retirement. At 68, Uncle Ng has made it. He retired 3 years ago and is now YOLOing his way through life. Here's how you can get there as well. 2016, 那时候差不多 65岁, 64, 65, 这样, 都不想退休啊, 是跌倒的问题。 你跌倒了没有办法咯。 我不想退休啊，我要做工， 因为脚痛, 没有办法, 那没办法。 How has retirement been so far for you? 下个月我要去那个海南岛啊，我去海南岛，我一个人去啊。 你们相信吗？ 一个人去啊。 你不怕吗？有些人做不怕。怕什么？不用怕的吗？一年你出过几次呀？哎呦，三次四次都有。你看啊，我2016退休到现在啊，我看啊，超过10次啦，就是这样花钱哦，丢钱哦。我附带的钱就是我玩的。这蛮享受的。可以这样讲，但是我都跟你讲，我年轻的时候都没有啊。 Sounds like you're having fun. So why did you say you wanted to continue working? 人生还是做一点工啦。做工有什么乐趣？没有乐趣吧，要钱而已嘛。然后人就是这样嘛，要钱而已。你还要什么？ Are you worried about running out of money? 有 retire fund 吗？ 有 CPF line 吗？ 孩子大了。 孙都有了，人家，因为我的物资都卖 lease 给政府了，连我的钱全部在 CBL 来了，连钱在 CBL 来，一个月1000多块给我了，连我的房租、房间啊又租给人家了，5-600块了，连我一个月啊1000多2000块了，连有偶尔啊孩子来，啊一点喝茶，连孩子给我就拿咯，孩子没有给我我也没有跟他讨咯，就是这样咯。 CBL来就是拿来吃饭咯，花咯，房租就是拿来花咯，连我的 saving， 我的 retirement fund 要去那边花几千块，就是这样咯。Many Singaporeans are sick of working and can't wait to retire comfortably. How can we be like you 啊？我们那个时代啊，工作啊没有乐趣啊，不讲满足感嘛，要钱而已嘛。满足感不重要。 看你怎样去那个计划啦，哇！好像我年轻都没有什么花钱啦，啊，一直做工一直做工啊，啊，现在老了就是乱丢乱丢乱丢啊。下一代啊，有这个能力，那你就无忧无担啊，孩子大了，他的职业也好，人根本都不用看我，我也不用看他，连他也管不了我，我自己的钱呢、啊、我自己花，哎。 I'm lazy old.